睡呀！你太吵了，你太吵了。Hello, 张碧晨和华晨宇都是非常努力且积极向上的歌手，两人的音乐风格不同，但是两人都不负努力，敢于挑战不同的音乐风格。原本在不同世界的两人，缘分却让两人相识，也让两人成为了情侣。张碧晨和华晨宇都是非常低调的艺人，两人在一起从未秀过恩爱，当然也是从未以恩爱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眼中，因此许多人都不知道两人会走到一起。张碧晨和华晨宇之间生有一个女儿，相信大家如今都知道了，是两人选择分手之后，张碧晨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的，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告诉华晨宇，而是选择独自一人生下这个孩子。可见张碧晨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且坚强的母亲。虽说女儿出生时华晨宇是不得而知的，但是当华晨宇得知女儿的存在时，华晨宇是非常疼爱女儿的，当然也会认为自己对张碧晨的亏欠很多。虽说如今华晨宇对张碧晨没有了感情，但是和他给女儿落了户，女儿的出现也让两人的互动多了起来。再次张碧晨被华晨宇追问给了女儿多少压岁钱，不料张碧晨回应一句不给，女儿的压岁钱都是我的。张碧晨的话太真实了，对此大家认为是不是每个妈妈都会要孩子压岁钱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